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看课本17页，讲到这个龙树菩萨说到为什么要说般若经，那的一个理由。那这里讲到第12个要分别生生法身供养的果报那么这里都是说般若经的重要那佛已经讲了很多经了，为什么还要讲这个般若经那所以在讲这个般若经的重要。好，那这里说到如他说要分别生生跟法身供养果报，那么这个生生跟法身的供养，那佛灭后，佛灭后，这个灭度后，佛的舍利，那么开始，那么有很多人供养，那么着重在供养舍利的功德、绕塔的功德开始有这一些。那般若经里面我们知道佛灭后大概生身跟法身那么大概就是八个国王就分，特别是在家人分这个佛的舍利。那么出家人出家人是以大家舍为主，结集佛的法身基本上就是经典了就经典，可以解脱可以成佛的经典，那就有一点不一样。那佛灭后有许多部派出家人也开始着重在供养佛的舍利我们看现在南传的泰国啦、缅甸啦，那么只要是有寺院，他一定会盖舍利塔而且他们很重绕佛那就是佛灭后这个供养佛的舍利的风气非常的兴盛。那这里大圣这个般若经大概在佛灭后500年那开始流行，就是在西元1世纪左右了那这个这里讲到就是说应该要把重心就是主要是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所以说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大家应该要把这个学习佛法的重心就是要把佛法的重心放在学习怎么成佛这件事上而不是只是要得到这个人天福报的这些功德他说如舍利塔品中说因为他没有把他的重点写出来就是说只是说要分别生生法身，那分别生生法身当然是法身比较殊胜而且是最主要的他说如舍利塔品中说。好，那我们来看他舍利塔品到底讲了些什么。好，最主要的在这里这个是摩诃般若经卷10那么它叫做法称品它叫做法称品，那也有叫做舍利塔品的那鸠摩罗什翻译成舍利塔品就是法称品。他说恒河沙世界的舍利就是佛舍利，恒河沙世界的佛舍利那么做一分，那般若波罗蜜经的经卷做一分，那么让你取就是让你选择，那么你要选择什么选择我取般若波罗蜜。假设所有这个地球的所有的舍利那全部分做一分我们看舍利很多阿育王室有佛的舍利，那么这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印度都
都有那个佛的舍利，把这些舍利全部集中起来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舍利，全部集中起来，跟一本《般若波罗蜜经》，那两个你要选哪个？啊，很多人可能会选佛舍利，为什么？难得嘛，《般若波罗蜜经》到处有，啊，《般若波罗蜜经》到处有，很多人可能会选佛舍利，但是他这里要跟你讲的就是你要选《般若波罗蜜经》，啊，为什么？啊，因为你选了佛舍利，你顶多就是礼拜供养，恭敬礼拜供养。但是你选了《般若波罗蜜经》，你会知道佛是怎样成佛的，啊。那么你选舍利，你就是尊敬礼拜供养，啊，你还不一定可以得解脱啊。他这里有讲啊，最后也有可能得解脱，但不一定啊。但《般若经》你修行的话，你可以成佛啊。他讲这个。所以他告诉你，就是因为这样要讲般若波罗蜜，那么以般若波罗蜜生诸佛舍利，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舍利啊，那么都是依般若波罗蜜而有的，佛的舍利也依般若波罗蜜而有啊。你看佛的舍利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拿回去供养啊？你父母亲的、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小孩的这些假设啊，如果有啊，他的骨灰骨头，你为什么不回去供养啊？会不回去礼拜啊？为什么啊？因为他有功德跟没功德啊。因为是般若波罗蜜修熏故，舍利得供养。佛的舍利之所以有人要拿回去供养，认为可以生福报啊，是因为他成佛。他如果不成佛啊，他的骨头有人舍利，其实就是骨头。舍利跟舍利子不一样哦啊，那舍利佛也叫舍利子，但是这个舍利子就是那个坚固子啊，一颗一颗圆圆的。那现在可多了啊，以前这个遗骨就叫做舍利，遗骨就是舍利，遗骨它就叫做舍利啊，印度话就叫舍利啊。那么剩下来的遗骨啊，不管是哪一部分，那后来现在就可多了啊，有比较烧出来啊啊，有些金色啊，圆圆的很坚固的啊，也叫做舍利子。那后来又有所谓的舍利花，啊，反正就有一大堆了哈，就有非常多啊。那么其实它就是遗骨。那么一个人烧剩下来的遗骨，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拿去供养？那是因为他成佛，啊，那他怎么样成佛？因为般若波罗蜜成佛，啊，假设他不闻熏习，啊，就是闻思修般若波罗蜜。那么他是不能成佛的。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包括舍利佛，包括目犍连的舍利，啊，那之所以大家愿意供养，认为供养可以生福报，那是因为他有无漏慧。那这个无漏慧就是什么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么中道实相的智慧，所以舍利得供养，他的遗骨才有人要供养。那么一般的人以供养舍利的功德，啊。其实供养舍利是在家人，多数佛陀时代都是在家人在供养舍利的，出家人没有在供养舍利，出家人就是什么受持经典，啊，就是受持佛的法身舍利，啊，一般叫做供养法身舍利。那什么叫供养法身？如说修行，就是法供养，啊，基本上就是法供养，啊，就是如说修行，就是依着经卷，啊，依着这里的说法，就是依着般若波罗蜜如说修行，这个就是供养法身舍利啊。那么以供养舍利的功德，受人天福乐，啊，这是第一个，啊。那你说你供养舍利就会受人天福乐吗？不是，不一定啊。如果一个小偷，那么供养舍利，希望舍利帮助他，啊，那么可以发财，找到一户比较有钱人家可以偷，不会被抓。不是说供养舍利就一定有福报，不是的哦，啊，但是基本上有没有福报看你的心啊，依你的心。那么一般来讲，你会供养释迦牟尼佛的舍利，那第一个你相信释迦牟尼佛有威德力有功德，你相信他吗？那你为什么不供养回教的，不供养基督教的啊？那么不供养道教的啊？你为什么要供养佛教的释迦牟尼佛的？那因为你相信
释迦牟尼佛是有功德的，是圣者。那么你相信他，你尊敬他，你礼拜供养，你尊敬他。那你尊敬他，你要知道佛法从恭敬中求，所以通常你尊敬这个人，你会相信这个人说的话。所以佛法很多啊，比如说我们供香、供水、供花啊、供水果、供这个，包括这个布幔啊、这个塔，这些种供养，灯花香土果这些供养，只是为了让你生恭敬心，对佛陀、对佛法生恭敬心。那么对佛陀生恭敬心，就对于佛法生欢喜心，其实是这样的。那么所以佛法从恭敬中求，主要就是你第一个要先恭敬啊，那么生欢喜，这样你才会努力去学习佛法。如果你都不恭敬这个人，你怎么会这个人说什么话，其实你不太在意，也不喜欢听。那这个人你非常恭敬啊，所以这个人说的话你就会很专心听。那么你尊重他，你敬重他，他讲的话你就会放在心上，你就会怎么样，如说而做，如说而行，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佛法中的很多供养啊，供花啦、供香啦、供水啦，基本上都是为了让你恭敬佛法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啊。那后来就慢慢发展成哦，这个什么水果不能供了啊，那供要供几样了啊，然后就变成这样了。其实不是，他只是要培养你的恭敬心啊。那后来啊，我们看亦是福德因缘啊，这受人天福了。那因为你恭敬佛法，你恭敬佛法，相信佛法，你最低程度一定会做到五戒啊，五戒十善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你以你的这个业啊，那么就可以受人天福了。那佛法的戒气就戒三恶道，真正的戒就戒三恶道，让你不堕三恶道，杀盗淫妄嘛，堕三恶道啊。那么亦以是福德因缘，好，那进一步你欢喜啦，你恭敬，你欢喜，你敬重之后，那么你更增上修学，那么可以得什么啊？当得净苦。最后为什么？为什么你供养舍利后来可以净苦？不是舍利的因缘，舍利没有办法让你解脱，舍利只是让你对于佛陀敬重，对于佛法相信啊。你敬重这个佛陀，是佛陀是依佛法而成佛的，那么你敬重佛陀，相信佛法，那你相信佛法之后，那么你可能进一步会去探求佛法是什么啊，那佛是怎么得解脱的。那么因为这样啊，这个是以佛法的因缘，这个是以恭敬的因缘，恭敬的因缘是修受人天福乐而已。但是因为你恭敬之后，那么修学佛法啊，恭敬于佛之后修学佛法，那么这个就会让你可以净苦啊。若受是般若波罗蜜，净苦只是得阿罗汉，得解脱而已，得解脱而已。但是啊，就是最多最多让你得人天福报，跟什么声闻辟支佛的福报啊的果报。啊，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受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大乘的嘛，菩萨道的嘛，读诵，就是有经这样读了啊，或者讲出来诵，有些就是说你没有看着经这样诵，啊，或是说你把它念出声来啊，解说啊，就解说你这个经文的意思，正意念啊，就正念啊，念你所学的法，世人。能具足六波罗蜜啊，就菩萨道了。菩萨道主要就是六度四摄啊，那包括般若在里面啊。那么就是你不但可以得般若波罗蜜啊，那般若波罗蜜含摄持戒、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乃至啊，就是得般若波罗蜜而能够得啊四无所畏啊、十八不共法啊，就是佛所具足的功德，乃至得十八不共法啊。过啊，超越声闻辟支佛地啊，声闻跟辟支佛啊的境界啊，过超越声闻辟支佛，就是超越二乘啊。那么辟支佛地住菩萨位，
住菩萨位基本上啊，就是基本上得菩萨无生法忍啊，就这里讲的不退大乘啊，等一下会说。从一佛果至一佛果，它有两种啊，就是你有般若波罗蜜，那么你可以从一佛果至一佛果，终不离佛。另外一个就是随其所应成就众生啊，从根佛的学来讲啊，就依般若波罗蜜，依般若波罗蜜，从一佛果至一佛果啊。为什么是叫有佛果啊？基本上就是啊，有两个了啊。如果菩萨得般若波罗蜜啊，那么也可以到没有佛的国土去利益众生，也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菩萨基本上有两个，一个就是先依诸佛，先亲近诸佛啊，这是比较重智慧的，到有佛的地方亲近诸佛。那比较重慈悲的、大悲心的，到没有佛的地方去教化众生啊，也有啊。那么这里啊，从一佛果至一佛果，随其所应啊，成就众生啊，就成所众生啊，就是有缘的啊，因可得度的啊。那一般来讲就是没有善根的，让他种善根；有善根的，让他成熟善根。善根已经成熟的，让他得度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他说好，那么色身就是这个舍利跟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色身跟法身啊，就这里讲的说要分别身身跟法身的供养啊。那他后来讲，我不为轻慢不恭敬故啊，我并不是看不起这个生生佛的舍利，不是哦，啊，不是这样，啊，那基本上就是恭敬。我不是因为轻慢啊，看不起这个佛的舍利，那不恭敬佛的舍利，而我不取舍利，而是这个舍利的根本就是般若波罗蜜，没有般若波罗蜜，这个舍利就没有人要供养。我们也有舍利啊。啊，人死了的骨头都叫做舍利啊，人死了烧下来的骨头都叫做舍利啊。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舍利，一只狗、一只猫都有舍利啊。那为什么没有人要啊？因为没有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以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般若波罗蜜，则为供养舍利啊。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一切啊令人尊敬供养舍利的根本，所以啊，你要从般若波罗蜜啊，假设啊，你成为圣者啊，比如说啊，或是你有修行啊，比如说你像广清老和尚啊，舍利啊，虚云老和尚的舍利就很多人供养啊。那即使跟你有恩的父母亲的骨头舍利，你会不会供养啊？你就放在骨灰塔里面去啊？你不会放在佛堂上天天拜啊？啊，不会啊？为什么啊？因为虽然他与你有恩，虽然你感恩他，但是有功德的事啊，比如说虚云老和尚啦，啊，弘一大师的啦，啊，然后这些广清老和尚的啦，那佛陀的舍利就更不用讲了啊，舍利佛、目犍连的舍利啊，这些都很多人供养。好，甚至是国王的舍利你都不要，为什么？啊，国王只是大而已啊，只是那个威德力大，但是他也一般人也不会去把佛陀的舍、国王的舍利拿回来供养啊，不会啊，啊，所以他这里基本上就在讲，啊，就是说分别身身跟法身供养啊，其实就在讲为什么要讲般若波罗蜜，啊，因为般若波罗蜜重要，那么你要以般若波罗蜜为主，要读诵，啊，读诵思维，书写读诵思维正意念，为他人演说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再接下来看啊，这个是我们说的啊，那么讲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因缘啊。第十三个说，复次欲说阿鼻拔智，阿鼻拔智相故说。好，那么这个跟讲般若波罗蜜有什么关系呢？啊，基本上啊，阿鼻拔智叫做不退转啊，不退转。那，啊，通常啊，佛法中说不退转有三个不退转啊，就是位不退、念不退、位不退、行不退跟念不退啊。我们可以看位不退、行不退跟念不退。那通常来讲啊，
胃不退是不退凡夫胃啊，就有点像出国啊，声闻的话出国就不退了啊，就绝对啊，绝对会正啊，就是已经是胜者，但是也有说忍就不退啊，软顶忍是第一的忍就不退了啊，那么一般来讲就是正出国啊，正出国就绝对是胜者，不会再成为凡夫啊，那么忍的话，忍的话还是凡夫，它是贤位嘛啊，软顶忍是一件，这个是啊，说一切有不利的阶位了啊。那么，但就是他一定会成为圣者，但是他现在是凡夫啊，就是忍，软顶忍是第一的忍。好，那这个菩萨的话啊，基本上就是不退大乘啊，那其实就是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啊，那。另外所谓的念不退啊，就是他念念去入萨婆罗海啊，基本上这里一般的说法就是啊，念就是不退啊，中道正念啊，实相啊。那如果一般啊，依天台的说法，就把这三个啊，分别断三种烦恼啊。那位不退是断见思惑。那行不退是断尘沙，尘沙位是菩萨的啊，菩萨的这个烦恼啊。那念不退断无明惑啊，这个是天台的说法了。好，那我们就稍微先知道一下阿毗跋致。那阿毗跋致后面会讲很多啊，我们到时候再来讲。另外啊，这个是第十三个理由，要说菩萨阿毗跋致相啊，那就是般若蜜，主要是成佛的法门。那要告诉第一个啊，成佛的根本在般若经啊，就是般若蜜 啊，智慧实相的智慧，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什么叫做般若蜜啊，就是成佛的智慧啊，是证得实相的智慧。那怎么样的智慧啊，那么是决定可以成佛啊，就是怎么样菩萨修道怎样可以决定啊成佛，基本上就是要修到阿毗跋致。那这个般若经里面也很有名的所谓的二道五菩提啊，主要有两种，就是主要分两个，一个叫般若道，一个叫方便道。那般若道就是证无生法忍的阿毗跋致啊，主要在这里。那要告诉你，你要修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为什么要讲般若经，要让很多菩萨知道啊，你必须要修到怎么样的程度，你才是真正的菩萨，叫做真实菩萨啊，你的菩提心叫做圣意菩提心，而不是世俗菩提心啊。一般菩萨，什么叫菩萨？发了菩提心就叫做菩萨。但是一般人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发菩提心，那个只是世俗菩提心。为什么？会退转啊。那么很多人受了菩萨戒觉得很辛苦啊，他说我不要再受菩萨戒，我要舍菩萨戒。会退的啊，那甚至不要说舍菩萨戒了，就是他不要再学佛了啊，他要信基督教了，要信回教了啊，要信道教了啊，也有的啊。那么这个叫做世俗菩提心啊，它有杂染，它会退转的，会退会转啊。那退就是什么、啊、不修了啊，转就是什么啊，转修其他的了啊，或是转到哪里啊，我解脱就好了啊，行菩萨道太辛苦了啊。那么他并没有啊，他并没有退到外道里面去，但是啊，他转成修解脱道了啊。那就是说，那你要修到怎么样才可以不退啊？那就讲这个啊。那这个最其实就是佛为什么要讲般若蜜经啊？这是第十三个告诉你啊。那么。你必须啊，行菩萨道又需要到阿毗跋致。那什么是阿毗跋致啊？他就讲这个，告诉你，你必须要修到这种情况。那我们如果看注解的话啊，这个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卷四这边啊，它有好。啊、这个是龙树啊，从这个《般若蜜经》里面讲到啊，其实他就是把《般若蜜经》的重点 啊那么分成啊那几个，那么说出来说佛为什么要讲《般若蜜经》呢？好，
那么第十四个啊，第十四个说欲说魔幻魔为魔事啊，他说又为魔幻魔事故说啊。我们看第十二个是啊，讲《般若波罗蜜经》的重要啊，甚至啊比这个佛的舍利还重要啊，这个法身舍利重要。第十三个就告诉你啊，那这个怎么样啊成佛啊？那怎么样可以不退菩提心啊？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菩萨？真实菩萨胜意菩提心啊，告诉你这个。那第十四个是告诉你，你修菩萨道的过程里面有很多障碍啊。那他这里讲啊，我们看这个《摩示品》里面，这个是在《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三啊。那么《大智度论》是卷六十八啊。那么这里讲到很多啊。那么以前我记得我读《大般若经》的时候啊，对这一品啊也很留意啊，就到底什么是魔啊？那这个大智度论也有解释啊。那么他说，善男子、善女人求于佛道啊，那有时候叫佛道，有时候叫菩萨道。从因来讲叫做菩萨道，从果来讲叫做佛道啊。因上讲叫做菩萨道了啊，所以菩萨道就是佛道。从果上说啊，叫做佛道。啊，所以说求于佛道啊，或行菩萨道，身诸流难啊，就是多诸障碍啊，啊，就很多障碍。那这里讲到非常多的障碍啊，第一个啊，你不喜欢读般若经啊，然后是你读了般若经，那你读不懂般若经啊，或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说你不热说般若经。啊，你不好要般若经，那么你不热说，或是你不会说般若经，反正这些都是你不能得般若的障碍嘛。你心里不欢喜，或你看了看不懂，啊，那么听了听不懂，听懂了不喜欢跟别人讲，那般若不能流传出去，啊，那或是说你听懂了，那你没有去修，那你修了。没有坚持啊，没有不能得证，这般若，那这些都是障碍啊，就是让你不能成佛的障碍。那我们讲藏道啊，有两种，第一个是藏解脱道，第二个是藏菩萨道啊。藏解脱道就是让你不得解脱的啊，藏菩萨道就是让你不能成佛的啊，基本上是这样。那大圣经典啊，般若经当然啊，那么主要是所谓的模式啊，主要是让你不能成佛的。那么成佛的根本在般若波罗蜜，那你不懂般若波罗蜜，不学般若波罗蜜，不讲般若波罗蜜，不爱要般若波罗蜜，甚至说你喜欢说般若波罗蜜，但是你烦恼啊，就是你是为了名闻利养来说般若波罗蜜，这个都是什么？都是障道，都是模式啊。那甚至讲啊，这个上面的人在讲般若波罗蜜，下面的人不喜欢听。啊，那下面的人喜欢听波罗蜜，上面的人不会说，啊，或是说不对啊。那这些都是什么啊？都是让你不能得波罗蜜的所谓的魔事。那这个魔啊，这个大智度论也稍微有解释过啊。这个魔，一般我们说魔啊，主要是四种魔嘛。这个在六十八里面有解释了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就好啊。应该上次也有讲啊，这是烦恼魔啊。如果照次序来讲，它是这样啊：五蕴魔、五蕴啊、死魔、烦恼魔、天子魔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五蕴魔，既然在这个是果报身，这个是五蕴，就是五蕴，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果报身、业报身啊，我们叫业报身。那业报身为什么是魔呢？啊，因为你会从中生出很多烦恼，啊，这个是业报所成身嘛，业报所成的。那为什么会业报呢？啊，烦恼啊。烦恼所造的 啊，那业报所成身，它会有很多苦
啊，因正位爱别离求不得，那么太冷太热啊，那四大不调，那么你就怎么样，你就不能修了啊，你修道就会有障碍，魔基本上是障道的意思，魔基本上是障道的意思，啊，那障解脱道、障菩萨道都是，啊，那魔不一定是不好的哦，啊，好的也是魔，只要会障道，啊，那么比如说像热不思蜀，啊，让你忘记啊蜀国，回去蜀国了，啊，像那个或是要恢复，啊，这个刘备的儿子啊，那么给他住好的、穿好的，做安乐王，啊，他乐不思蜀啊，这不会想到要复国啦，怎么样啦，啊，像这样的，再也让你啊，让你非常过日子过得非常舒服，啊，那名声很大，名闻利养很多，那你也不会想要解脱啦，啊，我现在比解脱还快乐，我干嘛要解脱啊？让你忘记解脱了啊，那这个，所以他主要是障道叫做魔。那障道的世间障道的因缘有四个啊，第一个是就是我们这个业报身啊，那你看你要生病了，我痛得很厉害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休息啊，不容易啊啊，但是你功夫好的话，啊，还是可以，但是太剧烈也没办法，那个阿罗汉痛哈，阿罗汉生病痛起来也是没办法哦，啊，我要入涅槃了啊，这个太因为苦有两种，辛苦跟辛苦，啊，那么辛苦是可以没有，但辛苦还是会有，那辛苦还是苦哦，依然是苦哦，啊，你看那个《阿含经》里面有一品就是比丘自杀的，啊，为什么要自杀？太痛了，啊，太痛了。那有一些是还没证阿罗汉要自杀，啊，那有一些是自杀的当下证阿罗汉，有一些是已经证阿罗汉，他要怎么样？因为太痛了，他要怎么样？他要舍报了。他那个不叫做自杀啊，但是他就是先涅槃，先灭度啊，先灭度。像目犍连就是这样，目犍连被外道打到啊，这个太痛了啊，他用神通会回来跟佛陀讲啊，这个，要入涅槃了，有的太痛了，他就啊，我要入涅槃了。所以这个果报身啊，果报身它本身会障道啊。那么第二个，这个是死啊，这个死。那么死是什么？无常。这个果报身最后他一定会死。你一旦死了，如果要死了，你就没办法修了啊，重新再来啊啊，你没办法继续。你这一生没有解脱，那死了啊。那么你就怎么样啊？你就没有办法前功尽弃了。当然下一生你有的功德还会再继续，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再继续修了啊。那么死也会障道，死就会障道啊啊那。病苦也会障道，那么五蕴身是常常有病苦的，啊，主要是病苦啦，当然除了病之外，还有其他的，愿正位爱别离求不得，这些都是从这个五蕴身来的啊，四大不调，这主要是病苦啊。那么死也会障道。另外啊，最主要就是烦恼障道。那么基本上这个是根本，这个是根本，因为烦恼造业，因为烦恼造业，所以有这个业报身，这个业报身。看你天人一千年啊，或是人间一百年啊，那么一百岁一千岁啊，或是你一只狗十年啊，一条虫一个礼拜啊，就不一定，那么一定会怎么样，有生必有死啊，这个是生有的嘛啊，的业报身嘛，它是有生必有死，那么你的病会让你障道，你的死结束了让你障道，那么这些都从哪里来？从烦恼来，因为烦恼造业，因为造业受果报，因为果报最后就是会死，无常，它基本上在无常的法则下，它一定会死，所以这些都会障道。那这个是根本，那这个天子魔是外魔，这个都是内魔啊，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么天子魔也是，所谓的天子魔是引发你内在的烦恼，引发你内在的烦恼，那不外乎是什么？不外乎是威胁跟利诱，那特别是利诱，那利诱是让你起贪，威胁是让你起嗔跟起恐惧，啊，你看佛陀要成佛之前降魔啊，也是这样
啊，这个好像之前最早有讲过，利诱是让你起贪，起贪爱，啊，这个是让你起嗔恨跟起恐惧，啊，那么多数啊，比如说让你啊，当你要修行的时候，它开始让你什么都很顺，啊，那你越来越顺了，你就忘记要修行了，或是让你很不顺，什么事都有人破坏，啊，你挫折感太重了，你也不想修行了，啊，算了，啊，也会这样哦，啊，那这个。这个在模式品里面、啊、就讲了很多、啊、你很多的因缘，只要有这个因缘、啊、比如说你在讲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啊、那么有人毁谤你，那你就觉得哎呀，我讲这个般若经还被人毁谤、啊、你就不要讲了、啊、那金刚经不是有讲吗、啊、那你受持般若波罗蜜经都为人轻贱、啊啊、你不要生退，你不要退转、啊、那是因为你过去生、啊、造业，那这一生因为这样啊，那你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世人现世所作业报啊，因多恶道，啊，今以世人轻贱故，现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跟你讲，假设了啊，就是说你因为学般若波罗蜜或说般若波罗蜜为人轻贱啊，那你说啊，那我就不要学了啊，那或是说你轻慢自己本身轻慢这个般若波罗蜜经，或是对于讲般若波罗蜜经的人你。傲慢，啊，你轻贱啊，反正就很多了。这个都会让你没有办法得般若波罗蜜啊。其实是这样，那这个就叫做什么？就叫做魔，障道啊。那这里的魔主要是障菩萨道啊，就障佛道了啊，就是求于佛道生诸流难啊。那主要是这样。那一般我们讲的天子魔，主要是六欲天的他化自在天啊。那另外有些讲色界顶啊，欲界顶。欲界是六欲天嘛，欲界有六天啊，这我们稍微讲一下就好。魔里面的天子魔是唯一的外魔，但外魔不是他用他的力量让你不能修行，不是这样哦，啊，他是他引发你内在的烦恼，那你一有烦恼你就不能修行，啊，你看《般若经》里面常常说啊，你就解脱就好了。啊，世间难度啊，就让你退于解脱道，你不要行菩萨道，你要解脱你自己解脱就好，你不要把很多人都带走啊。其实是这样的。那这个天子魔啊，一般来讲啊，这天子魔叫做天魔了，一般我们叫天魔啊，习惯讲天魔啊。那有时候会把外道放在一起讲，叫做天魔外道啊。通常是六欲天啊，就是欲界第六天。欲界第六天叫做他化自在天，通常是这个了，通常是指这个，因为《阿含经》里面常见的三种天，刀立天、梵天跟摩天，啊，这三种，啊，常常出现刀立天、摩天跟梵天，啊，那么基本上是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主要是。他其实是天人，可以做到欲界最高的天的天王。你看他福报修多大，啊，他不会害人，不会害人，他怎么可能升到天上去？啊，比刀立天高好几层呢，啊，在梵天底下，在刀立天上面，啊，就欲界第六天嘛，啊，而且做到天王，那个不是一般小小的善事呢，那个是很大的善事。那么。他叫做他化自在天，其实就是讲清楚了，就是别人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啊，别人的快乐，以前我们说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不是哦，别人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啊，你们这一家人，比如说有六个或十个好了，啊，那爸爸的幸福就是这一家人都幸福，他就最幸福。虽然他很辛苦啊，做工啊什么很辛苦，但是他回来看到。这些人都因为他而幸福，这个就是他最大的幸福，有一点类似这样。好，那你把这一家人，这个爸爸一直生到六欲天，这个六欲天底下都是他的家人，那么他希望看到这些人快乐，他希望看到这些人快乐，哦，啊，但是有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这里不快乐，他要出去，啊，他就不快乐了，哦，他就觉得我就给你吃这么好，穿这么好，用这么好，那你还嫌不好。你还要离家出走，叫出三界嘛？他要出三界，他不快乐啦，他不高兴啦，他想办法怎么？
想办法让你断了这个邪。你像释迦牟尼佛要解脱，也释迦牟尼要出家也是这样啊，就净饭王哦，想办法给他吃好的用好的，他最后当然要出家啊。他以后又有王位继承那么好，但是他还是要出家啊，他就不高兴了。但是他给他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他看到他享受在五欲里面，他就觉得很满足啊。我的子女都因为我快乐，但是快乐这个快乐是短暂的啊，寿命尽的时候快乐就没有了啊，老的时候、病的时候快乐就没有了。这个在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出家之前，他想得很清楚了。那魔类是像这样，你把它扩大了啊，把这个一家变成一个天下啊，这个整个四天下。那么他是以别人的快乐，就是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他的子民嘛。那么但是这一些人他不会去伤害他。但是假设你要出欲界，这个是出欲界而已、哦、或是你要出三界，当然就出欲界了嘛。那么他心里面就不是滋味了、哦、啊，所以他就会障碍你。你看净饭王都要障碍什么？都要障碍释迦牟尼佛出家。他只是出家而已，他还不是出，还没出，但是他最后会出三界、啊、那么主要是六欲天，他叫做他化自在天。那他化自在天不是大自在天哦，啊，这个我们不要混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啊，色界顶，这个是欲界顶，欲界的最高天，欲界只有六天嘛，就欲界顶，欲界顶，欲界只有六天，它是第六天，啊，那么欲界第六天，那么色界顶。色界顶是第十八天，色界第十八天叫做摩西所罗天，啊，那么它叫做色究竟天呢、啊？色究竟，色界的色究竟天，这个是他化自在天，这个是色界第十八天，色界总共有十八天嘛，啊，那初禅、二禅、三禅各三天，就九天嘛，四禅有九天嘛。那最后五天是最后五天，其实是这个五阿那含天啊。那么这个叫做啊，一般来讲色界点是摩西所罗天啊，又叫做大自在天啊，摩西所罗天啊，摩西所罗天。那一般是指这个啊，一般是指这个啊，这个是色究竟天，叫做色究竟天。那一般这个色究竟天，一般说也是魔王啊。那有的说是这个色究竟天就是所谓的湿婆神啊，叫大自在天，还有叫做大自在天，这个是他化自在，大自在天不是哦。那主要魔王是指这一天的、啊，但也有说是这个的。那说这个是这个所化现的，就是说六欲天是这个摩西所罗天所化现的，啊，反正就也就是说来说去也很复杂了啊。但是我们说主要是天子魔是主要是这个，那天魔重点是引发你内在的烦恼，引发你内在的烦恼，所以魔的根本其实是烦恼，啊，所以你只要断尽烦恼。就没有魔可以动得了你，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你调伏烦恼，那么比较你调伏了，那么比较大的魔才可以动得了你，其实是这样。好，那这个是因为讲到你要行般若波罗蜜，行菩萨道，那么有很多障碍，叫做生诸流难，非常多的障碍。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告诉你，你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如果你有什么，你在学般若波罗蜜。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你有什么现象？那你要注意啊，这个其实就是障道。其实你不要说啊，都是魔啊，不是，这个就是障道，魔就是障道，啊，让你裹足不前，让你中半途而废，让你功亏一篑，啊，没有办法啊，行菩萨道，主要是要讲这个，啊，好。那这个是第十二、十三、十四，啊，看到第十五，啊，第十五稍微复杂一点点，啊，那、啊。
导师的应顺导师的标记是共法因缘受三圣记。他说：“复次，为当来世人，啊，我念这个供养般若波罗蜜因缘故，啊，前面不是说要供养这个佛的色身跟供养般若波罗蜜吗？啊，那真正的供养是如说修行供养，好，叫做法供养。供养般若波罗蜜因缘故，又受三圣记别故，啊，这个叫受记。三圣当然就是声闻缘觉跟佛了。”啊，或是做菩萨，啊，那一般佛法是五乘，啊，那这个三乘再加上人天乘，人跟天，啊，那就是佛法是站在离三恶道的基础上说的，啊，那人天，啊，人跟天都可以修学，人跟天都可以修学，那么是这个都是凡夫位，那么要超凡入圣，从凡到圣，基本上啊，就是声闻缘觉辟支佛，啊，那主要是这三个。那他这里说啊，受三圣记别，说是般若波罗蜜，啊，就是分别这个三圣啊，分别这个三圣。那他说，如佛告阿难，啊，这个是在《般若经》里面的。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注解啊，有一点点复杂啊。他说，我涅槃后，此般若波罗蜜当至南方，从南方至西方，后五百岁中当至北方。好，般若经常常有我灭后五百岁，我灭后五百岁，那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般若是流行在佛灭后五百岁。那么如果他讲从哪里到哪里，啊，那么基本上是表示他流行的路线，就是这个般若经从哪里传到哪里啊，其实是这样的，有一点像佛法南传北传藏传啊，从印度啊往南往北啊，或是流到西藏啊。那么他这里说，世中多有信法啊，相信佛法的善男子善女人，种种啊，这里说到供养的不一样啊，大圣的供养跟这个阿含经里面的供养不太一样。大圣的供养，因为有佛像了啊，有舍利了啊，那而且很多是在家人啊，菩萨很多是在家的，所以供养就不太一样啊。花香，花跟香啊，这是两个啊，他把它点一点，其实花是一个，香是一个啊。璎珞啊，这个就是七宝啊，璎珞是代表七宝而已啊，就是珍珠、玛瑙啊，那么金银、琉璃啊，这一些啊。那船帆啊，船帆是船跟帆不一样啊，船啊，正法船是竖着的，帆是上类似像旗子啊这样飘的啊。我们一般的大殿，我们台湾的比较少啊，中国大陆的就很多啊，上面就竖着那个帆啊。那么这个帆后来就是人要死的时候啊，也会拿的啊。那么那个叫幡啊，那床是竖立的啊，正法床啊，这里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那个布床啊，幡啊，啊，伎乐啊，那伎乐就是唱歌跳舞了啊，灯明啊，灯点灯啊，珍宝以财物供养啊，这些是种种，其实就是世间的比较殊胜的东西。若自书啊，这里讲到啊。讲到这个种种啊法，这个不同的供养啊，这是般若经的啊，就供养般若经的跟供养，它基本上说一个是财物啊，财物就上面讲的，另外自书自己写啊，因为佛灭后开始大圣的时候开始流行抄写经典啊，之前是没有的，之前都是什么？之前都是背诵的啊，那。所以啊，佛在大圣的时候开始流行抄写经典，那么有助于佛法弘扬啊。那现在我们都是印经的了啊，那么现在也比较少印经了，现在都是放在网络上的了啊。那么若教人书啊，那么若读啊，就是自书是一个，教人书是一个啊。那自书教人书有时候是用一个，读是一个，诵是一个啊。那么听说啊，听。
啊，那么而说听完之后去说了啊，就是你听了这个经典之后，那么你为人说啊，这是一个啊，那么正意念修行啊，那么修行以法供养啊，那么修行就是如说修行就是法供养，如说修行就是法供养。世人以是因缘故受种种世间的末后得三圣入无余涅槃，啊，就是假设你对般若经不管做财供养还是法供养，你以供养般若波罗蜜的因缘，啊，那么可以末后得三圣，你可以可能啊，前面已经讲过，你供养佛陀的舍利，你可能得福报，那么你有可能你得人天。然后你有可能得什么？得无余涅槃啊，那么得阿罗汉。那么如果你供养般若波罗蜜的因缘呢？啊，那么你可以得三乘啊，因为凡夫人天，凡夫跟圣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有没有无漏慧啊，有没有般若波罗蜜啊。其实，所以他这里讲，你看前面说你供养佛陀色身的因缘啊，你可以成为人天的福报，然后你可以。也可能因为这个因缘，那么证阿罗汉啊，得声闻。但是你供养般若波罗蜜因缘啊，那么除了受种种世间的，就是前面讲的受人天福报之外，你可以什么声闻辟支佛跟佛啊，可以得三圣入无余涅槃。这个就是差别啊，就是差别。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看啊。他这里说到啊，这个般若经从当到南方，从南方到西方，啊，后五百岁当到北方，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般若经大概就是后五百岁流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在北方，那意思就是说，那么现在北方流行的般若经从哪里来的？啊，那从西方来的。那西方的般若经从哪里来？从南方来的，啊。那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从南方到西方到北方，这个是大智度里面说的。那我如果我们有讲义课本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注解65那一边啊，这个稍微可以看一下。那这里是说到啊，这个兰莫特，兰莫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但是他对大智度论算是最有研究的，他是比利时的一个神父啊。那他虽然对大智那么有研究啊，他也不信佛啊，但是就是说，对大智度论的这些资料的整理，他算是最通达的了啊。但并不是他通达他的义理，而是这资料的整理这一部分。那他讲到啊，般若经啊，这个南到西到北啊，那这个是主要出现在啊，比如说八千颂般若经啊。那道行般若经也这么说，还有小品般若经，啊，这个小品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了，他写卷五啊，应该是卷四啊，就是说大家如果有的话把它改一下，他这个文是在卷四里面啊，不是在卷五，他那个注解写卷五啊。那还有所谓的啊，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那这个是南西北啊，就很多部经都这么说了啊。但是啊，他说南到北啊，梵光般若经啊，有南到北，还有南到北的啊，另外有一个南到北的啊，还有梵光般若经。这个是般若经的了啊，另外有南到北。我是说南到北，另外有说到啊，他这里讲到啊 ，A B C D 的 A B 啊，有南到东到北啊，南到东到北啊，那这个是八千颂里面的啊也有啊，然后另外啊有所谓的从东到北的啊，另外有东南到南到西南到西北到北到东北啊，就多了一点，就大般若经啊，大般若经，那么。大般若经其实是玄奘把所有般若的经典汇集在一起的，啊，变成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般若经的一个流传啊，从哪里到哪里啊？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他注下面底下注解有写，那他这里说啊。那善男子、善女人，种种花香、璎珞、传芳、伎乐、灯明、珍宝与财物供养；若自书，若教人书，若读诵、听说、正意念、修行，以法供养。好，那么这一段文跟《法华经》的那个文也很像啊。你看《法华经》这文啊，这一段文跟《法华经》这一段文蛮像的啊。它有所谓的无法行、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近视如佛，种种供养。用什么来供养呢？花香。璎珞、墨香、涂香、烧香，墨香、涂香、烧香就是在这个香底下的，啊，那么真盖啊，就是那个伞盖，船帆、衣服、祭乐啊，合掌恭敬。那么基本上啊，有一的人说，这个般若《法华经》的无法行、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啊，那说般若有六法行，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弄呢？啊，自书教人书啊，书写、读跟诵。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听跟说是一个还是两个啊？这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了。那我们就这样把它分了：读、诵、听说。啊，听和说也可能是两个，因为这里也有谛听，啊，谛听广说，啊，听跟说也可能是两个了啊。啊，那么正意念啊，修行啊，如说修行。那么正意念基本上啊，可能就是受持啊啊。那十法行讲的是比较多啊，辩中辩论啊。啊，那么这个于且师地论啊，就是维持这些的，基本上都讲十法行。那到般若经里面有讲到十法行，
那有广略的这种说法啊，那简单讲就是书写、供养、施他啊，那么谛听、批读、受持、广说、奉送、思维、修习啊，最后一个都是如说修行。那这个是所谓的十法行，那般若的十法行，就是你一拿这个般若经，你必须要有这几种啊，就是的一个供养般若经啊，那就是。依这个般若经啊，有这一些啦，比如说你要会讲，然后为别人说啊，你要正意念这个般若，你要供养这个般若啊，种种这一些啦。好，那这一段文可以跟我们讲舍利塔品那一段对照看啊，因为这个舍利塔品是供养舍利，那可以得人天福报，那么可以净苦，可以去证阿罗汉。那这里是。啊，那你读这个般若蜜，你可以得人天福报，啊，那就是有世间的乐，就是在做人的时候有这个人天福报，那最后你会啊，那么得三乘啊，入无余涅槃啊，那这个是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如是等观诸品中因缘事说般若蜜经啊，就是这个都是在般若的不同的品。啊，就是前面啊，从十二啦，从这边讲啊，都是从般若经里面说的。那因为他这里在讲为什么要讲般若蜜啊，所以他就把般若蜜的一些重点啊，那么把它说出来啊，这是因为讲般若蜜，要让你明白这些事啊，比如说要让你知道啊，那么般若蜜供养般若蜜，其实比供养舍利还重要。因为那时候流行供养舍利嘛，啊，那你要知道，那么你学般若蜜要学到什么程度，你才是真实的菩萨啊，就阿毗跋致。那你又要知道，你学般若蜜，你要成佛，你要行菩萨道，你要知道会有什么障碍啊，会有什么障道，那你要注意啊，不要受这些影响而不学啊，主要是这样。那你要知道，这些学般若蜜啊，你可以拥有什么样的作用。啊，那你可以得到什么啊？就是你可以成佛啊，甚至你有般若啊，就是实相的智慧，你可以得解脱啊。那就讲这一些啊。那所以这样要让你知道般若蜜的殊胜啊。那什么是般若蜜？要如何学般若蜜啊？讲这个。好，再翻过来看啊，这个是讲到第十五个啊。那第十六个啊。它总共有21个啊，这榕树讲了21个理由啊，佛为什么要说般若蜜？现在是第16个，他说复次，佛欲说第一义悉檀故，说是般若蜜经啊。那么因为佛法主要啊有所谓的四悉檀，榕树把这个佛说的法，所有的法里面啊分成四悉檀。那一般又分成所谓的二谛啊，所谓四熟谛跟圣义谛。那四熟谛里面又分成三个啊，那就是四悉檀又可以分成二谛了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我们先把这个文看了。那所以说是般若蜜啊，般若蜜当然是第一义悉檀了啊。他说有四种悉檀啊，悉檀其实就是佛说法的宗旨啊啊。那第一个世界悉檀。有时候叫世间悉檀，第二个各个为人悉檀啊，简单叫为人悉檀，啊，就是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啊，那针对某一件事、某一个人说的啊，第四第一义悉檀，好，四悉檀中一切12部经、84000法藏皆是实。无相违背。好，我们先把这个文看完，然后再来解释。佛法中有以世界悉檀故实，有以各个为人悉檀故实，有以对治悉檀故实，有以第一义悉檀故实。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底下还有解释啊。底下它榕树有各个解释什么是世界悉檀，什么是为人悉檀啊，什么是第一义悉檀。
他都有解释。好，好，我们先来看，他说这里有说到四种西坛，那有讲到所谓的一切十二部经。好，我们把这个，一般我们说十二部经，三藏十二部。好，我们讲一下这个概念，三藏十二部的这种观念。一般说三藏啊，经律论十二部，十二部又叫做十二分教啊。那十二分教最早是三分教啊，前面这三分教后来变成九分教，后来变成十二分教啊。我们先说明一下所谓的三藏十二部。三藏啊，基本上叫做经律论。那后来其实不只有三藏啊。那一般来讲是经律论三藏，后来也有所谓四藏五藏的啊。部派流传之后，开始有所谓不只是三藏了，通常都讲三藏，后来又讲四藏五藏。那总共加起来基本上有所谓的六藏。那四藏啊，独子部多了一个，有些它有杂藏啊，有杂藏啊，就经律论之外啊，加一个杂藏啊，就是在经律论没有收集的啊，里面有一些啊，他把它放到杂藏里面，比如说因缘啊、本事啊、本身啊，这一些他放在杂藏里面也有些。那有一些啊，那把咒放进去了啊，就咒藏，把所有的咒收集在一起变成咒藏。那有一些把菩萨大圣经典放在进去了，叫做菩萨藏啊。但总共包括经律论加起来就变成六藏了啊。但是有些讲四藏，有些讲五藏啊。我们看一下。法藏部讲五藏啊，法藏部讲五藏。法藏部就是我们四分律的谭无德部啊，就四分律就是法藏部的。法藏部重塔啊，你看我们的四分律，不管比丘、比丘尼戒啊，就跟塔有关的二十几条啊，那他重塔。就是舍利塔。那法藏部讲五藏啊，讲五藏。那么这个大部分其他都讲四藏啊，四藏。那四藏里面啊，像独子部啊，那么也有讲这个五藏是多一个菩萨藏，五藏是多一个菩萨藏啊，坐藏菩萨藏。五藏就是法藏部是三藏加坐藏加菩萨藏。总共有五藏，那其他的基本上都讲四藏，三藏之外加杂藏或加咒藏。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藏就是把很多的这个书，比如佛说的经或是一样的东西结集在一起的。那经律论基本上一般我们说是三藏。好，那这十二部。十二部通常有一个寄送啊，我们先把这个寄送让大家知道啊，他是说这样的啊，常行重诵并孤起。
十二部，我们看啊，我们讲十二分教，十二部又叫做十二分教。我们不要讲那个，讲这个，它基本上有包括十二种，就是其实就是经典的十二种题材了啊，不一样。那其实最早是三分教，啊，最早是三分教，后来变九分教，啊，后来变成十二分教，啊，就三到九，然后到十二，啊，那十二是就是基本上包含一切啊佛说的，那么有一些其实是。像说一切有部比较严谨啊，他不把传说本身啊、本事啊，因为他觉得这些传来的东西并不可靠啊，而且很多都夸大其词啊，所以他基本上不采纳。但是后期的有部基本上也采纳啊，那就是早期的有部基本上不采纳啊，他认为就是三藏啊，那其他的不能跟三藏一样啊。那通常第一个叫做修多罗啊。最早啦，在阿含经里面、杂阿含里面，你看得到的啊，就叫做三分教，叫做修多罗起业记说啊。修多罗起业记说啊，修多罗是长行，一般十二分教里面叫长行啊，就是语体文啊，啊，那有时候叫契经啊，长行，它就叫契经啊，长行。重诵，那么起业就是寄诵，第二个是起业，这个是最早的两种题材啊，起业这个是重诵，就是在这个文之后，那么把这一些文意，因为文比较长嘛，啊，用简单的句子寄诵押韵的，然后把它说出来，这个是容易背诵了，因为以前没有书啊，都靠背诵，然后就是要押韵，然后简单。啊，扼要的把它背起来啊，其实是这样，啊，修多最初的三分是修多罗起业跟记说，啊，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经义直说，经的道理经义直说，就是长行。这个是色受啊，修多罗所说的这一些色，修多罗所说为寄受，就是色这个契经所说，用寄受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啊，就简单明了易记，这个叫做起业，叫做重受，啊。那么，寄说是寄诵的广分别说，寄说就寄诵广分别说，这个寄诵在广分别，那通常这个是最早的所谓的三分教，这个是所谓三藏十二部十二分教里面最早其实就只有这三分啊，三分教啊，叫做三分教。那修多罗跟起业是最早的，然后是寄说，啊，然后为什么？因为最早是有修多罗，然后摄修多罗所说的嘛，然后这个在为寄诵，那么在寄诵在广分别说就变成寄说，所以当然最早的就是修多罗，然后因为要背诵，所以有起业，这两个是最早，然后有寄说这三个。好，那寄说啊，寄说有时候叫受记，啊，寄说有时候叫受记。跟我们那个受记又不一样哦，啊，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写，这个时候叫受记。好，那第四个啊，第四个是奉诵，叫伽陀。第四个是伽陀，伽陀就是奉诵。第五个啊，我们写在这里啊。第五个是智说，第五个是优陀那，叫做智说。
第六个是尼陀那因缘，尼陀那就是因缘。第七个啊，譬喻啊，譬喻我们就知道了。第八个本事啊，这个譬喻本事基本上有时候都牵涉到过去生的事啊，本身啊，第九个本身啊，七八九啊，第十个方广啊，十一个未曾有。阿含经里面中阿含的话，好像中阿含有一个未曾有法经啊，未曾有啊啊，十二个论一，第十二个是论一那么一般啊，一般把它写成一个句子啊，叫做常行重诵并受记。姑起无问而自说，因缘譬喻及本事，本身方广未曾有，论义共成十二部，论义啊，这样加起来是十二部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啊，论义共成十二部，十二。基本上是这样，他说降儒大论三十三，那么大智度论第三十三卷，那么把十二部解释过一次了啊，如果大家再回去看就可以看得到啊，降儒大论三十三，这个是为了要方便记诵，把它变成一个记，方便你背了了解啊，三十三啊，就是大智度论卷三十三有清楚的解释这十二部经啊。好，那这里是所谓的我们说三藏十二部，那有所谓的四藏五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好，那如果这样来看啊，菩萨藏、咒藏啊，那也都有讲密藏啊，如果大圣来讲，菩萨藏、咒藏啊、杂藏啊，那基本上就又有另外一个三藏，就六藏了啊。好，那有些讲三藏，有些讲四藏，有些讲五藏啊，但是都包含在里面。那佛陀最初主讲什么？就只有两藏，叫做法跟律啊，就只有法跟律啊。如来所说法，如来所制的律啊。那么，那他这里讲啊，一切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藏。好。那这个是讲到所谓的三藏十二部。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啊。那因为四悉檀下面有解释啊，所以我们就不特别解释，在上面看啊。那先来看第一个世界悉檀。这个是从第十六里面延伸出来的，啊，第十六蛮多的啊，因为他讲到四悉檀就非常的多，第十七到哪里去了呢？啊，第一义悉檀，啊，第一义悉檀讲完才有，啊，哦，第十七到二十四页来了啊，所以单单这悉檀就讲了好几页。好，我们来看，
有四戒者啊，那么这个有四戒，如果我们对照下面看，应该是你再加两个字，叫做有四戒悉檀啊，因为下面是若无四戒悉檀者，因为这个在讲四戒悉檀，这个在讲四戒悉檀，所以这个四戒就是有四戒悉檀，就是佛法中有四戒悉檀啊。假设佛不讲四戒悉檀啊，那么就会有矛盾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他简单没有翻译啊，所以就变成有四戒啊。那其实不是有四戒，是有四戒悉檀者啊。就是说，为什么佛说法有四戒悉檀的宗旨啊？有为世间人特别因这个世间人而说的，因为世间而说的。假设佛不这么说，就是没有四戒悉檀啊，那么就会有怎样的矛盾啊？讲这样啊，所以你看有四戒者。然后接下来下一段是若无四戒悉檀者，啊，所以前面有四戒应该是什么？有四戒悉檀者，啊，为什么有四戒悉檀啊？好，有法从因缘和合故有，无别性啊，就是这世间一切的有为法，一切世间的法都是啊从因缘和合故才有，这个有法。就是存在世间的一切现象啊，那么就是有，那么这一些法，就一切法啊，一切法都是从因缘和合故有，所以这个有法就是指世间的一切有为法，啊，其实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有些都是翻译简略掉了，啊，有世界不是有世界，是有世界悉檀者，啊，那后面若无世界悉檀者，这样才对照看才知道。就是有四戒悉檀者啊，冒号，有法从因缘和合故有啊，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和合故才有的啊，并没有啊特别无别性，就是没有是他自性有的。那么因缘和合有的就是没有什么，没有自性，自性就是不从因缘有，不是和合的，他本来就这样的，他从现在开始都是这样的。他自己就这样的，这个叫做自性，这个叫做自性，叫做性，啊，所以他今天看他简单了，啊，他省略掉好几个字，啊，所以完整的说，有四戒悉檀者，一切有为法从因缘和合故有，无别自性，啊，如果我们仔细讲是这样啊，这样就很清楚了。那如果你这样看，有一点点，啊，有法从因缘，就是有四戒者，有法从因缘和合故有，无别性，啊，这样念起来。就不太顺啊，就有四戒悉檀者，那对照下面若无四戒悉檀者，一切有为法从因缘和合故有，啊，那么无别自性啊，没有另外有一个自己有自性的啊，都是因缘和合有的，因缘和合有就他自己不是这样子的，他今天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一切的因缘和合而有的，单单他自己不会有这个相，不啊，就是所以无别自性啊，没有其他的，没有自己的自信了啊，就是没有别的，就没有除了因缘和合之外，没有特别的啊这种自信。譬如啊，他举个例子，像车辕轴辐网，就是一部车的结构啊，有这一些。那这个是古代的车啦，古代的车用木头的做的，所以有这一些车辕轴辐网啊。如果我们现在的车啊用机车来讲好了，哦，要几万个零件哦，啊，它首先要引擎，它是一个引擎也是很复杂的，啊，然后有轮子，通常有引擎啊、轮子啦、啊车身啊，还有汽油，啊，反正有很多啦，车才会跑，啊，才有车嘛，啊，那么像现在的很多车都要有晶片了，啊，又不一样了，啊，那这个是一个车的结构，啊，那所以这一些零件合，啊，那么才有这部车。就是主要的几个部分组装起来才有一部车啦，那么无别车没有特别有一个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它自己就是车，没有。如果你把零件一一个拆掉，你看不到车，那车在哪里？没有，没有在哪里。你是应该把这些零件组合的，你才看到车，你才有车这个概念啊，才有车这个概念啊。那么人也是这样啊，那么人也有，因为他。举车，他举了五个零件嘛，圆轴辐网，
啊，那么 这四个他举四个，那人是有五个，五众和合故有无别人啊。那如实翻译都翻五众，五众。那玄奘是翻五蕴啊，那早期是翻五音啊，五音、五众、五蕴啊，基本上是一样啊，都是指这个人的五个部分啊。但从蕴是从这个积聚来讲啊，众也是了 啊。那音是从覆盖啊，覆盖意来说。那所以你看罗什里面都是翻五众啊，五众和合故有啊。那更早的是翻五音，玄奘后来都统一叫做五蕴啊，照见五蕴皆空。如果罗什就是照见五众皆空啊，五众和合故有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和合才有这个人，没有一个特别有的人的这个性自信就不变的啊。因为人也是六道轮回的嘛，啊，那众生基本上啊，不管你到哪一道啊，他也都是因缘和合有的。好，他说，那这个跟世界西坛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到底下看，他说这个是有世界西坛啊。那么讲到五蕴啊，五蕴和合故有人，那就是世间的道理是这样子的嘛。世间上有这种现象啊，若无世界西坛，好，他说佛是实语人啊，佛是如实语的，实语不妄语不欲语不欺，就是他讲的这样就是这样。那么云何言？我以清净天眼见诸众生随善恶业使此生，使随善见诸众生随善恶业。啊，使此生彼受果报啊，这个要断句啊，不然这样就是见诸众生，见一切众生啊，啊，六道众生随他的善恶业使此啊，那么一切众生，比如说就是在这边死，然后升到那边去啊，其实是这样，比如从人升到天，从天堕为人，从人堕为畜生啊，就是使此生彼，这边死了，那边出生了。啊，就十尺生彼受果报，受什么果报？受善恶业的果报啊。善业者生天人中，恶业者堕三恶道。好，那么佛讲啊，有这个众生啊，见诸众生嘛。那前面讲五众和合故啊，有无别人啊。那这里讲啊，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复次经言。啊，这两个会矛盾啊。假设不是世界西坛，那这两个会矛盾。第一个，佛说有人，实际上有这个人，有这个众生，实际上有这个众生在轮回，使此生彼。啊，他说他以清净天眼。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般若经》里面啊，《般若经》里面啊，他但是他这个举例举的啊，我们稍微看一下他六十八。他六十八下面举的《般若蜜经》往生品，这个注解其实只是在说什么叫做天眼而已，啊，他举这个没有意义啊。那实际上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是啊，就是下面有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是《中阿含》里面的啊，《中阿含》里面的这个品婆娑罗王啊，摩揭陀王啊。佛为啊，品婆娑罗王说的啊，经典。好，那像在第七十一里面，他有讲啊，就是《中阿含》里面啊，卷十一的，看注解七十一啊，品啊，他下面这应该是《品婆娑罗王经》了啊，他写《品罗婆娑罗王经》啊，叫《品婆娑罗王经》了啊，就是品婆娑罗说的，摩揭陀国的品婆娑罗王说的。好。那其实 这一段就是下面的《平沙王吟经》啊，那里面的文章，里面的经文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他说啊，先看这个经文。他说：“佛说我以清净天眼见到一切众生啊，六道轮回啊，那有的生一善业就生人天，一恶业就堕三恶道啊，大概就这样。那么。”
那这个是这个有什么有什么问题吗？啊，因为这个是从世界西坛说的。那么如果从第一义的话，那其实无我无人无众生。啊，那从世界西坛，从世间上来讲，啊，有众生，有众生十此生彼，啊，六道轮回。那从第一义来讲，从第一来讲，无我无人无众生，啊，就是实际上没有众生，没有真实的众生。但依世间说，不妨说有众生，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才分有世界西坛跟没世界西坛，啊，那没有世界，就是说他有他讲啊，基本上，那么有世界西坛跟，其实是从世界西坛上说的才有说众生啊，啊，那如果佛不依世界西坛来说，所以叫做若无世界西坛。如果佛说法全部都讲第一义，那你要说众生。众生从六道轮回要怎么讲啊？都第一啊，无我无人众生，你要说什么啊？其实是讲这个意思啊，啊，所以才会说这个是其实见诸众生善恶业十此生彼，这个就是世界西坛啊，所以他才会讲，假设没有世界西坛，那佛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样讲就是世界西坛啊，这样讲就是世界西坛啊。那么假设不是世界西坛，那佛这样说，那就不符合无我的啦，不符合一切法因缘生的啦，啊，好，那么复次经言，一人出世，多人门庆，福乐劳役，佛世尊。好，那我们来看他下面的注解，这个都是南莫的他研究大智度论里面啊参考的资料啊，他说这个在真阿含里面，他说世尊跟比丘讲。如果有一个人出现在世间，那么对众生有很大的利益啊，就是那么都会多劳一人安稳众生，悯世群们啊，就是怜悯这个世间啊一切的这个无名的众生啊，那么欲使天跟人获其福佑，让人天都可以得利益啊啊。那什么是一人？为多萨阿杰阿罗诃三藐三佛啊，就是菩萨，就是世尊了 啊。那么这个其实儒家也有这样子，《尚书》里面有讲：“一人有庆，照明赖之。”啊，其实也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人有庆，照明赖之”，《尚书》里面的这句话啊，相近了。啊，叫书经。就是一个人有成就了啊，一个人有成就，一个人有庆，那么很多的人都可以得到利益啊，那也是这样。那这里这个来讲，这个来讲佛也是这样。你看佛一个人成佛了，一个人成就了，那很多人多少人得到利益啊啊，那所以这里就是说，一人出世，多人门庆啊啊，因为世间有佛啊，所以这个世间啊就有光明。啊，那世间没有佛，这个世间就黑暗了啊。那所以啊，一样啊。那佛世尊啊，佛世尊也啊。这个后面写那个引用的啊，基本上就是佛了啊，出现在世间。那他要讲如法具经说啊，这句话就要稍微讲一下了。他引这个法具经，神智能救神，他人安能救？神自行善治，是罪人自救，啊，那么这一段话啊，有一点点啊，就是说这个翻的不好啊，鸠摩罗什这样翻的有一点啊，有一点会让人家误会 啊。好，这个是引法具经的啊。我们再稍微想一下这个。他说：“你一下子看到这个哦，你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啊，你以为这个神就是神我的神啊，神智能救神，神智他人安人救。如果你一下子看到这句话，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解释这句话，啊！但是你对照看，你就知道了啊。他人安人救，神自行善治，行善治啊，是罪能自救。这个看起来意思就是，啊。要治医治法医治啊，莫医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话啊，就是说自己要靠自己啊，啊，那是罪人。等一下我们来看法句经啊。好，那么类似像神这样的类似像有这样神啊，在自论卷，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自论卷十九里面有讲到啊，若神有知相，复何用心为？这个神跟这个神就不一样啊。啊，卷十九，啊，若神有知相，啊，同样是翻译作神，但这两个意义不一样。啊，若神这个神是神我的神，啊，基本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他为什么这么翻啊。但这样翻有一点点不是，就是翻得不好了啊。若神有知相，复何用心为？心是事相故，智能。但心是事相故，智能死生不待神，啊，这个神就是类似像我们讲神我灵魂的那个了，智能死生不待神。那通常看到这个神基本上都是神我或灵魂的意思或是自信的意思啊，但这里的神不是，这里的神不是啊。那您这里讲，如果你把这个神跟这个神一样，都是他翻的嘛，但是不一样的意思哦，啊，这个不一样的意思，这个就是灵魂啊，神我啊，自信这个啊，那这个不是啊。我们来看他原来的文，看原来的文，这个因为法句经也有很多人翻译啊，翻译的也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就举其中一个翻译就可以了啊。他说他是在自己品法句经的自己品啊，他是我品啊，他这里叫做己身品，法集要诵经是叫己身品。如果是依这个啊，我们先依南传的法句经啊，法句经里面160颂啊，南传法句经，因为它就是引法句经的嘛，鸠摩罗什自己说这是法句经的嘛，啊，就是龙树是引法句经的，但鸠摩罗什翻译啊，这样翻的，啊，那法句经自己品，160颂，啊，叫自己品，这个是南传的啦，啊，160颂自己品，或是我品啊，他是这样写的，他是说自为身依护。他人何可依？啊，别人怎么可以作为我们的依附？自己善调御，调御，正难得所依。这个是法句经自，那么如果是依法集要诵经这里举的己身品来讲，啊，法
题要送。己身品啊，啊，这里引用的了啊，他是这么说，他说：“自己心为师，不依他为师。”自己心为师，不依他为师。自己为师者，解脱一切苦。这个一般我们说治一子法一子的意思是一样的。好，那如果这个神，如果照法句经的话来讲，其实这个神就是神我的意思，那这个其实是我的意思啊，一般叫神我，神我，神就是我，那其实就是我，我就是自己，其实就是自己啊，我自能救我啊，基本上如果这样翻啊，自己能救自己啊，自能救神就是救我，那你把它翻作神，就有一点点我们会误会了啊，就是自己能救自己，我神自能救神，就是我自己能救我自己啊，就我能救我自己，能救自己了啊，就自身为依附，我自己心为师，不依他啊，那么他人安能救啊，就别人哪里不依他为师啊，别人何可依，他人何可依啊，自为身依附啊，这个身就是自身啊，自己是自己的，就是以自己为师，就是自己能救自己啊，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多数的人，法句经佛陀为什么要跟大家这样讲？因为多数的人都是依靠什么？依靠神、毗湿奴、祈祷、祈祷啊，然后赞颂、供养神，然后希望神能够救他。印度所有的宗教几乎都是这样，所有的宗教几乎都是这样。那基督教也是这样啊，靠上帝救啊，啊，回教靠阿拉啊，印度教靠这个湿婆神啊、毗湿奴啊、梵天啊，都是这样。佛教徒现在也这样了哈、啊，都靠谁救啊？靠观音菩萨啊、地藏菩萨啦、啊，啊，靠阿弥陀佛啦、啊。我告诉你，也这样、啊、那佛陀当时就是告诉大家，其实要自己救自己。那自己要怎么救自己？依法修行救自己，其实是这样子的。要去认识真理，要去寻找真理。要去体悟真理啊，其实是这样。那后来因为多数的人都是啊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那现在最多的就是要依靠什么？依靠阿弥陀佛啊，或依靠什么？依靠观世音菩萨啊，反正就是不管啦，反正就是你是一个啊，比如说完全要依靠谁的啊，自己没有力量完全依靠谁，那这样的观念其实佛陀在很早很早就说了啊，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啊！这就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嘛。甚至佛陀要灭度，还有人说：“那佛陀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依靠谁？”佛陀也讲啊：“即使我在，你也不能依靠我啊！你还是要依靠法啊！啊，那我不在了，我的法留下来，那就是你的依靠啊！啊，所以佛不在了，以法为师啊。后来众戒律的就讲以戒为师，其实就是以法为师啊。所以后来就很有名的自依止、法依止。”啊，那么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我们自己能救自己啊，所以他人安能救啊？自为身依附，他人何可依啊？自己善调意，那么自己这个就是讲自己了，自己神智啊，就是我自己行善智，就善调意了啊。意思就是什么？我以智慧啊善调啊，能够修行行善啊，就是调意自己烦恼，我自己能够调伏我的烦恼啊。那么自己善调善巧的，就是要有智慧的，你要有智慧善智，你要有智慧啊，善巧的智慧来调伏自己的烦恼。我们说过修行就是什么？对治烦恼，断除烦恼，你要先觉察烦恼，然后调伏烦恼，然后这个才能断除烦恼啊，然后控制烦恼啊，所以戒就基本上都是控制烦恼啊。我虽然很爱，但是我今天不可以啊，我有持戒我不行啊。那么我虽然想占为己有，但是我有持不偷盗戒，我不能把别人的东西不予取，反正就是这个就是控制嘛，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啊，然后定调伏了啊，
然后会就断除烦恼。好，那么所以自己善调御，其实行善智就是善调御，是最能自救啊。那么你正难得所谓，就是你才是真正的能够医的，可以医治的啊，就是你自己的智慧。那么依般若经来讲，就是什么？真正能够医治的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啊，其实是这样啊啊。那但是因为这样翻很容易，跟我们如果看到卷十九啊，看到这个神，这个神跟这个神不一样，这个只是自己啊，因为神我神我，那就是我的意思而已啊，那就是自己啊，那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那你说那自己归依自己吗？不是，要依法啊。那世间的人都信自己的也很多啊，但信自己不是叫你信自己，是叫你自己要依法修行，你才能够真正那么得到利益，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利益啊。那因为现在包括现在的佛教啊，通常都是啊，你看我们的不管是法会啦、修行啊，通常都是要依靠诸佛菩萨。那其实我们说依靠诸佛菩萨也不是不对，但不是佛菩萨真正的意思。佛菩萨真正的意思都是要你依法修行，你还得自己依法修行，你才有可能得到利益。那你说靠阿弥陀佛啊，靠观音菩萨，靠普贤菩萨，靠地藏菩萨，都不是。不管是阿弥陀佛，不管是观音菩萨，不管是普贤菩萨，都不过告诉你方法而已，告诉你解脱的方法，包告诉你离苦的方法，告诉你得乐的方法而已啊。所以啊，这是最主要的啊。诸佛非以水洗罪，亦非以手除众苦啊。就是说他并不是啊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啊啊，随你洒个水啊，其实给你一个加持啊，那你就可以得到功德，消除罪业。他是告诉你什么？他告诉你方法，那么你依这个方法你就可以离苦啊。其实是这样的。好，那这里是讲到啊，讲到这个引这个法句经，神智能救神，他能安能救，神自行善智是最能自救啊。其实就是说自己做自己的医治啊。那并这个并不是说那我自己相信自己就好，我也不用相信佛菩萨，不是这样子的啊，而是自己要依法。那你怎么知道法呢？你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皈依三宝要皈依佛啊，要皈依僧啊。但皈依佛跟皈依僧的最重要都是佛跟僧会为我们什么说法，是这样子的，是佛跟僧会为我们说法。如果你不皈依佛，不皈依僧，那你怎么知道法是什么？你怎么知道真理是什么啊？不知道啊。就好像一个生病的人，他不去找医生，他怎么知道要吃什么药？他怎么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啊？但是要治病不能单靠医生，医生只是告诉你你都生了什么病，你必须要吃什么药，你还必得自己吃药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治医子的意思啊，治医子法医子。你要记得治医子后面有一个法医子啊，不是只是说那我靠我自己就好，不是不是。我们皈依就是依嘛，依子，依子佛，依子法，依子僧啊。依子就是学习的意思，皈依是学习的意思。我学习佛，我学习僧。那佛跟僧都什么样？为什么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依子？因为它有法啊。那所以我跟佛依佛跟依僧而学习法，那我在依法修行，这个就是所谓三皈依啊。啊，那并不是说哦，那我就皈依佛，我靠佛啊，那我靠法啊，我就诵经啊，我靠僧，我就靠念观音菩萨啊，那不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就变成是啊，不是真正的依止，因为它其中没有如说修行啊，它告诉你方法而已啊。那后面平沙王迎经，凡人不闻法，凡人则为法。这个其实上面说的啊，我以清净天眼见诸众生啊，那么这一段文其实也是平沙王迎经，就是我为品婆娑罗王说的经了 啊。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说啊，就是上面这段文啊，还有凡人不闻法，凡人着于我啊，这个都是在平沙王迎经这里讲的平沙王迎经了啊。那下面的注解其实就是品婆娑罗王经了啊，品婆娑罗王经，这个是中阿含的。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因为时间到。好，那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